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枪。枪。枪要做什么呢？射水。先去小。好。你要什么？你要这么难过这里啊？你肚子也不够高，会吃到水。这看你腿上也不高，你怎么坐在这里？等等，休息一下。热热哈。两位美女，你是拍照，拍照吗？好，一二三。你明明就还没转过拍照啊？就他在干嘛？快点啊！